大家好啊。今天很想来这里找几个苦瓜回去吃。所以过来的时间较久，刚刚开花。刚刚开花，喂，它里面长得蛮漂亮的。这种苦瓜叫木鳖瓜。这一些都是还没有开出来的花朵。还要等过段时间，才能摘出瓜来吧。木鳖瓜你们有吃过吗？这种瓜在山上，或者农村这地方都会长有这种瓜，这都是野生的哦。那里面还有几个蚂蚁。要寻找这种木鳖瓜，首先要认识它的叶子。给大家镜镜头看一下。这种叶子跟平常那个水瓜的叶子是差不多的，它的形状还有点像五指毛桃。你再看一下背部，然后它也会长出这种一条条的这种丝。今天过来的时间不对，只有一些花瓣。不知道这些花瓣能不能吃呢。在农村有一些花瓣就是可以吃的，但这一种我就不知道。如果有知道的，可以屏幕留言一下。里面包的就是花朵。这个就是花蕊，好小一朵。咦，这个没有了。